哎，我没有直播过哎。啊，我要退后一点。你在哪？我在阳台。为什么要在阳台？因为我家收讯很差。你来告诉我很多，我压力很大哎。螺丝呢？我是在北京。啊！王俊志特别不好，怎么穿的？是穿的很少哦，根本就还好，因为其实就是习惯了就好。但台湾穿太少了，我觉得现在是很湿冷哎、欸，啊，湿冷，对，所以会很痛苦。湿冷我最冻没掉，天津的也就是干冷啊。嗯，我过年长胖吗？应该有吧，我吃超多的、欸。我一直吃饱就睡觉，然后睡觉起来又吃。你也该长胖了。我今天又去看中医了。去看中医干嘛？调身体啊。是因为太瘦的关系吗？就是把我的肠胃养好。嗯，你是因为吸收不良才长不胖的吗？对啊。我小时候也是，现在就不是了。我比较想看你后面的人，不是不想看你。再见。开玩笑的啊。我可以插你进去。不行不行，你人那么多，你没办法踢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其实可以吗？我没有用过直播。好像可以。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插你出去。No no no no, no.。我看一下我的 questions， 然后我一点开呢，我看到为什么黄俊志人那么好又那么帅，提问者就是他本人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出来、欸？哎、欸，这里也可以用特效啊，酷！我要揭露你丑恶的真面目。噔噔噔噔，哎、欸，他没有显示我几岁啊？哦、小智，你身后是谁、这个？我身后哪有人？好恐怖！对啊，好可怕、啊。好冷啊！你继续回答问题啊！你刚刚那题要不要？你刚刚那题没有回答、欸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为什么黄俊志？我近视很深，我是百多。你是不是没吃晚餐啊？我吃了。是吗？但我没吃午餐。嗯，哈哈，就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镜头要怎么转过来啊？你整个人转一圈，我就转。我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有点遗忘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镜头要怎么转？大家救命！那你戴眼镜干啥？不用戴，不行啦！我不行，不戴，我有散光啊，所以会看不清楚，就是介于一种看得清楚跟看不清楚之间，是很痛苦的事。怎么办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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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要看你，我要转镜头，我不转了，你们爱看谁看谁吧。现在，在明洞街头逛街中，边看你们
直播，不行，还要专心逛街。是啊，哎，我不知道，那不是我的。直播滑手机，那我可以滑很久。是啊，但你直播滑手机，都要一只手机直播，一只手机滑手机。哎，对耶。那你哪来的两只手机？嘿，那我不要直播滑手机。我本来之前有想说要直播做陶，可是我想说好无聊，谁要看？对啊，大家都会看啊，直播什么大家都会看，直真的播洗吗？澡。我之前看新闻，有一个人直播读书，我觉得很酷。我不会看任何人直播读书。你继续哪个问题？我觉得直播洗澡可以，你一定会获得很大的反响。哦，你知道直播洗澡是怎么吗？是因为有一次在群里面聊天，然后他我忘记我回什么，我要回好，然后结果突然有人蹦出一句说直播洗澡，然后就刚好接在下面说好。然后连在一起就变成是直播那洗你就要澡兑好，现你的诺言，我才不直播洗要，澡的我才不，cue 要我一嘞，下，我也要看。不要，5个人呢、啊。你有啊，大家一定想说你会带螺丝一起直播。没有人知道螺丝是谁，只有你。没事。螺丝。Hello。哎，我今天这边直播已经1500多个人，我好伟大，我好感动。你数数看有几个我。你看，我先送我的凤梨酥。是我的分离师。哈哈。哈哈。你赶快回答下一个问题啊！我不知道要回答什么，我是他问我说，最喜他问欢我哪一个哥说，哥啊？你还没回答。反正不是你。拜拜。我等下把你去跑，你的粉丝就攻击我。不会，大家不可以攻击菲菲。所以还有人打错你的名字吗？除了我以外。有啊，啊，不行。我刚刚就看到一个，大家不要再他打没，错喽，是草布的菲。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哦，还有夏安，可以跟你同在。他说什么很有质感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吓死。他今天才刚吐槽完我。真的、哦？放谁放屁？谁说放屁？很爱闹，他帅。对脸拍刷，对脸拍刷是什么？你看吧，还是有那么多人支持你叫我菲菲。什么？哪里？谁说的？什么东西？谁说的？小智，小智，妹妹喜欢夏恩还是夏德或两个都要。菲菲文笔很好，商务文很好看。小智现在在哪？不跟你说。如果要选夏恩还是夏德的话，我选夏德。我不跟夏恩关系不好，嗯，相爱相杀，我们闹不和。闹不和。
谁说要我说十个优点？说谁的十个优点？是应该每个的十个优点我都说不出来。不要说我的啦，我的太多，我怕你想太久。大家再见，再见，你不是。宋大哥在哪？不跟你说。小智感冒还没好吗？小智感冒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感冒？我前一阵子啊，我要去看医生，然后就好了。我要讲一段废话，对不起。好，自己讲完才发现。对，把这里有个问好。题，我想要回答。有个问题问我说：“菲菲的择偶标准，不要像黄君子一样就好了。菲菲都欺负我，谁是谁先欺负谁？奇怪，你们都欺负我。这是什么特效？我要玩。这下面有很多特效可以选，这个是什么？不要这个。我是好多好多。黄俊好志怕手很脏，没有啊，不脏啊。小智姑姑想偷妹妹。对啊，我的网络是不是很慢？看，我不玩特殊图，应该是我比较卡。卡卡的，懂吃懂吃，整片黑就看到小智的牙齿。我来看看微博的评论。菲菲唱歌，不要。啊！菲菲跳舞。你唱，快点！我想听你唱歌。菲菲跳舞。我想听你唱歌。不要，你唱就好。快点！小智，你老公呢？在哪？什么？我的 VPN 要挂了，不要吃手，吓到吃手手。为什么我？小智什么时候开学？不要提开学的事，不要。哎，我发现我可以把你踢出去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什么时候才要卖？卖什么？什么时候才卖星星？小智唱歌，我已经唱过兜圈了、啊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看一下小智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转，大家可以救一下我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现在大家看不到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两边直播，这只手机也在直播。但是这样子吗？嗯。啊，那你现在要？你啊、那你先。不是啊，那你现在这只手机了，你怎么有可以两个？你用电脑？这另外一只手机不是我的，阿嬷的，不是，是我妹的。跟我阿嬷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妹的。快点快点，黄俊志唱歌。唱什么？都可以。再唱一次。插出去。都不知道唱什么哎、欸。唱。都可以，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。妹妹微博也在播哦，你微博也有直播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说我现在两边在直播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跟我说微博不能直播？对啊，但是我就是我在另我用了那个一直播，然后经过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之后，可以播了。恭喜恭喜！怎么办？我还是要研究一下要怎么样让你们看到。菲菲点歌唱心酸啊，我蛮喜欢心酸的。上月界，再活一遍。想听嘿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想听念想，念想好听耶，你有听过念想吗？没有。可是我觉得我会唱不好听，所以还是算。微博可以一直用。算了。想看他去 Instagram。好，我是一只鱼。先不要。我是一只鱼，
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还有什么？我吃太大口了啊！哎，很多人叫我唱几分之几耶，我看到好多人叫我唱几分之几。跳舞不行啊，我不会跳舞。为什么你有种看好戏的感觉，菲菲？我吗？我撑不下去，所以我在等你帮我控场，因为我在教你。那我唱几分之几？可我只会一句哦。快唱。歌词是什么？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，闭上眼睛我可看见你。哎，是什么？那一天你成为……哦，我忘记怎么唱了，对不起。我帮你找歌词。哎，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那一天你成为了……算了，我忘记怎么唱，唱别的好了。还有，看看我的希亚，希亚怎么唱？我想一下。看希，哎，怎么唱啊？对对对对。地下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花在风中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想到半暝，希望月光带你回来阮身边。好，在另外一边，粉丝至少听到你唱歌，他们应该就不会攻击我了。有人写歌词给我了。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，闭上眼睛哒哒看见你。哎，披萨，嗨，披萨偷来了，开心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披萨在这里耶、yeah, 我不是没带好，我是要听那个，我怕我太大声很吵，可是好像也没关系，好吧，那我戴着好了。感觉戴就是戴着这种耳机，然后不听歌，就是你会做的事情。哎、欸，这个很那个、欸，很御寒呐、啊。旁边有人问你，哎、欸，有人问你说你有看《想见你》吗？小，我才没有。我本来昨天要看的，然后我还没看。但我最近有去看杜立德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，看完很想当他徒弟耶。对，而且他真的超谁？小劳勃尼啊，里面有一个 Rose。嗯，我觉得他很漂亮，我觉得那个角色选得很好。想见你超好看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昨天我讲的是我昨天晚上去看你的情歌啦，我讲错了。想见你，我还没看。OK。你的情歌大家要去看哦，很好看。里面那个，我有一天有去探班。傻傻的痣。记得看韦恩的熟女哦，熟女养成真的超级好看。我那时候看一直哭，不是啊，不是一直哭啊，就是很感动啊。看了看了，他们熟悉，有人问说小智是不是又长痘了？你长痘了吗，黄君志？什么？有人问说你是不是又长痘了？
我没有啊，我痘痘在消失当中了。它之前有一阵子不知道什么，突然长很多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才被甩是我很卡还是你很卡？其实我觉得我也很卡，我只有一格而已。我觉得我们都很卡。帥想见你，想见你吗？我没有，我还没有听仔细听这首，这是一首歌吗？这是好小知识暖男对飞飞，好好，你飞打错了，不是那个飞。也不看到底谁最常打错，奇怪。哎、欸，我那是故意的，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故意的打错也是打错。吃手手手短短，镜头可以往后一点吗？看不到全脸。哇！大家说，微博不卡，但是小智在台湾用不了微博。大家，是我卡，护肤少熬夜，好，保护皮肤要少熬夜。小智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。你少熬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哈，哈，承认吧。你说这一句话，我至少熬的比你少吧？哪有啊？你也不想谁发际线比较高，奇怪。你，小智可以再唱一首歌吗？你再打错嘞、欸。菲菲说的。好，我要把问题回答完。好，第七题说菲菲小时候做过最沙雕的事，这题我想很久哎、欸，快帮我想一想。再怎么沙雕也赢不过他哥吧？他是傻，他是真傻。傻。再唱都卷好吗？不想讲，不想讲。再不分不可以。哈哈，这是沙雕，不是我。他再打了一次，那可以再唱一首歌吗？先等菲菲回答完问题。你让我想，你先唱。我不知道他唱什么啊。大家点歌，快点！还没过多久就敢说我喜欢，是不是太过草率？没人能明白，只是发现心中期待，何必大声说出来？不止一声，哪怕有一声，就到我的世界里做一个小孩，不知会有多自在。也许这一切止步于无奈，就从现在我们都别醒来。喜欢周冬雨，喜欢。哎、欸、你们不觉得，我一直觉得菲菲跟我想我们是朋友，是这个吗？奇怪的东西吗？就是朋友啊，就会讲一个正常。我想最好是不，好像也是。你如果要杀掉什么？可以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你了。你的秀发蓬松，
缠绕着你，随风摆动。好了，你们看到卷字了，可以了吗？不行，这样子我看不到你啊。月亮挂在。对啊，你想好没啊？我已经唱好多，唱好多首歌了。哦哟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想要承认我很沙雕嘛，奇怪。Oh shit！ 黄宝冷不冷？一直在阳台，有一点。想看飞飞飞飞偶像，我要签名。好，我先跳过这一题。好。应该有蛮多的。很多，但是就是不想说嘛，奇怪。好。星空，菲菲记忆中最最最感动的是星空。星空的歌词是什么忘了？摸不到的颜色是否叫白红？哒哒哒哒哒。半茶半茶。一个人，这一个人。嗯哼哼哼哼。在离家很。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。